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來的，不是我的人的遊戲來的。這些遊戲很難玩，根本等於好像你說的司法制度，我自己始終覺得他幫我一點都幫不到我，幫到我就不用那麼淒涼。即是你認為公正是重要一點，還是我拿少一點錢出來重要一點？離山坊行下就可以看看風景啊，聽下海浪聲啊，咁啊個人咧就可以嗰啲自己積壓嚟嗰個憂慮咧減低啲咯。劉大強前年喺加拿大移民回流翻香港，順便喺度睇醫生，醫生沙嘅小毛病。點知三個月之後聲帶醫翻好，但係就換嚟下半身幾乎癱瘓嘅噩夢。最痛嗰陣啊，企嗰度又企喺度都唔舒服啊！坐在那裡又不舒服，睡在那裡也不舒服的，經常要躺在那裡睡的，打七分兩邊骨骨都不舒服的，屈隻腳又不舒服，成晚在一個大字睡在那裡。一個姓鄧的醫生在他完全不知情底下開了一種含有類固醇的藥他吃，劉大強連續吃了70日之後雙腳開始痛，發覺是受到類固醇的副作用影響之後，他的股骨髋关节已经痛到几乎行不到路。那些沙丘咧，斜咗一路斜落去嗰啲咧，我就在最斜的地方行啫嘛。哇，行完之后只脚痛啊！严重的时期，